这边就是明书园，前段时间我跟德宇还有大橙子来过，在我身后这个位置是恐龙博物馆，开了老长时间了，我是第一次来。大恐龙，这还有个大恐龙。里面的博物馆好像是分时段开的，这是好奇宝宝，走哪儿拿手机拍到哪儿。猜猜我们这儿多少度？现在18度，特别特别的冷，真的感觉入深秋了。哎，发现个熟悉的身影，啊，不是我李哥，穿我李哥衣服呢。哎，王老师咋劲啊？老板，你当老鹰？我当老鹰。你当老鹰，德爷嘞？谁当鸡妈妈呀？当鸡妈妈嘞？不当吗？不当。我当妈了一句了。你在前面吗？我在最后边，那抓不着。我在前面，来吧。你当妈的，我没当妈。你在前面，他当妈。我没当妈。谁当妈？看不出来吗？给路人都看笑了。我说卡了，不怪我。小时候的游戏，大家还记不记得？玩这个游戏的小孩都已经长到快40岁了。哈哈哈哈这围观的人好激动啊，给出招呢。让你又出来，让你又出来。这老鹰也够笨的了，太笨了是吧？这老丑我就是。别玩我小不点了，当小不点了啊！求求你了，抓住我一个，别绕我了。这赢啊，这衣服穿不了，太热了。刚才还嫌我冷呢。来，你给我背着包，影响我发挥。玩热了吧？刚才都嫌冷。那他要当鸡妈吗？你快拉倒吧。那小鸡崽长得啥？你给我撒我呗，我要掉了。吓死我了，我心想来抓我呢。注意安全啊，注意安全。别把我姑娘整拽了，溜倒了，溜倒了，体力都不支了，看看吧。哎呀，你看那路人激动的一劲在那解说呢。我当老鹰，我当老鹰。你在后面不抓你，再当老鹰，不当老鹰。我当老鹰。来吧，来，再当老鹰。大家走后边。姑娘，你在中间，你在后边容易甩丢了，甩卡了。你在这给大姨夫呢。那你那我空手了。这怎么玩的？直接穿透街了，我跑不动了，我不打了，我要回家，我不玩了，玩散伙了。哎，哥们，哥们，这不能，不能推啊！厉害姑娘，咋的了？都对眼了呢。累不累，姑娘？不行了，我刚才我都对眼了，我都。这回暖和没？还来一局。
自己玩吧，走，回家。哎呀妈，玩个游戏把我累够呛啊！我记得这个游戏还是在我小学的时候玩，距离现在得有20多年了，30多年了，没有30来年，20来年，我现在才多大岁数？你一下给我整老了，但是我这是明显的感觉自己体力不支啊，实在是跑不动了，跑两圈下来就不行了。你知道为啥吗？啊，老了。嗯呐，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才几岁，现在都快40了，最大的，我是说最大的啊，最大的那他俩是快40了，我还没到40呢，35还没到呢。全是回忆啊，太好玩了，我没玩着。